清净的水可以把血洗干净，唯有用慈悲可以消除暴力，消除战争。现代人很喜欢讲世界和平，结果在餐桌就吃很多鱼肉，一点都不和平。现在人经常把他家的厨房当作杀生的地方，把他家的冰箱当作殡仪馆，把他的肚子当作动物的坟墓，所以现在世界不和平。所以现在人很重视环保，重视天气。那各位，现在世界已经流行 vegan 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一个人修慈悲心，然后呢不要吃动物，那这个世界的环保就可以等于种了很多树，就不会破坏整个环保水质的问题。但是你已经吃素了，却脾气很不好，那你依然在破坏世界。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师父，那个乳牛为什么会做乳牛？好可怜，乳房那么大，每天被挤奶，他们好可怜。因为乳牛也不想这么受苦，那为什么会如此？”佛教讲因跟果，过去世。哦，他可能很喜欢用他很大的乳房去让别人欣赏啊，然后呢去玩弄这个性的问题，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这个果，很可怜。所以听起来不好听，但是这个事实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他们为什么会被杀？因为他们过去杀人。他们为什么会被欺负？因为他们过去欺负人。这是简单的原理。有一次我跟我的师父去泰国，他们路上很多狗，然后他们都得皮肤病，很多狗得皮肤，一直痒一直痒。我就问我师父说，他们为什么做狗？我师父说，他们过去是个男人，都很好色啊，每天都很好色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天天皮肤痒做狗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真理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的快乐或痛苦负100%的责任。你现在做的会影响明天，你这一辈子做的会影响下一辈子，你过去是做的会影响你这一辈子。你要了解这个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华盛顿，当然看到很多战争的纪念碑等等，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。因为我打赢你了，将来你还是会来打我，所以唯有平等的真理叫空性，唯有平等的力量叫慈悲，才是世界跟众生真正和平的方法。比如说各位听一听，如果你愿意相信，那也是个善根。就像我们佛教的真实故事，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全部被杀掉，女人被砍手砍脚，男人被推到河里面淹死。那人家就问佛陀说，你成佛了，你的整个家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佛陀就说，在过去世，当然各位你要相信轮回，然后我们释迦族的人为了要去抓鱼，用红色的毒汁毒死河里面所有的鱼。那现在呢，鱼王就变成琉璃王跟将军，带着他的军队来把我们整个释迦族杀掉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各位相不相信，如果你要得到这辈子生命的快乐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因为你的自私去伤害到其他人或任何动物，才不会伤害到你自己。所以一颗善良好心，你才有生命的快乐；一颗不善良、玩弄别人、欺负别人的心，你会造成你生命的痛苦。当然，有人会问：那小朋友他没有做坏事，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么痛苦的被杀死或是病死？不是光这一辈子，因为各位要想，人还有过去世的行为，他也要负责。所以我们做个总结，等一下各位如果有问题就可以问：心主宰我们的命运。所以你要训练好你的心，不要让它有负面的心态，而要让它有正面的好的心态，命运才会好。我们的心指挥我们身体嘴巴的行为，而制造我们的命运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所以内心里面不好的心你一定要消除掉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心脏病中风？因为爱生气的心就会这样。一个人为什么糖尿病而肾脏不好、血液不好？因为他贪心很重，他就会造成血液水的问题。一个人为什么会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甚至爸爸妈妈不爱他，甚至像孤儿一样？因为他过去去破坏到其他人，或甚至是把一个鸟巢、一个动物的巢穴把它给伤害掉，破坏到动物的家庭，所以他的生的家庭就不圆满。第二个，你希望这个世界越好，国家社会
那你要从你的心做起，你的心变好了，世界就会变好。你的心健康了，你的身体也会健康，你的父母也会健康。好，那今天也要送给各位一些东西，这个很重要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代表佛陀的心。那我们不是佛，但是我们把这种圆满的心态跟这个行为力量带在身上，希望我们有这个力量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那这个袋子里面有六个咒语。什么叫咒？就是这个佛的圆满的功德叫咒，然后你把它带在身上，跟人家握手，跟人家讲话，希望对方也得到这个很好的力量。特别像这一张，今天你去鱼市场看到很多鱼都死了，你把这一张碰碰水或沙子，然后给它撒在那些死掉的动物，那这些死掉的痛苦乃至等一下要被杀的动物都不太容易有痛苦，他不会再投胎做动物被杀。那这一尊佛陀是什么成佛的？因为他修不生气，永远不生气的慈悲心而成佛的。所以你要带着啊，希望自己也不要生气，你只要记得他就好。因为生气是最伤害爱心跟慈悲心的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爱心、有悲心、有力量的人，真的要控制脾气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总统这么有力量的人，很有钱的人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生气。你想要你的脸长得很漂亮，不被讨厌，你想要你的声音很好听，有些人为什么唱歌不好听你知道吗？爱骂人，声音很难听，所以你讲不好听的声音骂人，所以你以后你唱歌讲话声音就不好听，这是很自然的真理。所以你多照顾贫穷人，那你将来赚钱就很容易。你多照顾老人，让他健康，你老了就很健康，你爸爸妈妈也很健康，所以人都可以影响世界。所以你希望以后你做事业很多朋友来帮你，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热忱帮助你周围的人、邻居、学校的人，那你将来做什么事都有很多人帮你。你头很痛怎么样？快一点不要痛，多布施头痛的药给别人，给穷人，你的头就很快好。你很容易感冒，身体很冷，那你就多送衣服给穷人穿，让他不怕冷，那你自然身体就不会感冒。还有一点，如果你生女儿，很怕你的女儿被男人欺负，很简单，你买漂亮的衣服去送给孤儿院的女孩子，送给她，那你的女儿身体不会被欺负。所以各位如果要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有机会就多看看佛陀的语言，佛陀的经典，你就可以了解你自己，那你就可以了解众生。但是你不见得要改变你的宗教，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的宗教。那我们佛教讲的是心态，这样就好了，不需要改变你的宗教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，代表忍受别人的痛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道德。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，代表无条件的爱，就像母亲爱儿子一样的去爱所有生命，包括爱你的敌人，那就对了。好，各位有问题吗？感恩海涛法师开示。我想问一下，作为普通修行人，没有破除自我的时候，怎么破除情感的执着？当然首先你要怪自己，因为太爱他了，太爱他了，太爱他了，然后你就拔不出来。那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去练习，刚刚讲了，那就去爱一些你不认识的人，把你的感情慢慢去训练，对不认识的人慢慢对他的执着就会减低吧。再来，你如果按照佛教要多读金刚经，因为金刚经它就在破除这个我相。那抄写金刚经，读金刚经，思维金刚经，透过佛的力量来帮助你也很快。我顺便提一个问题，有人问我说他很怕鬼，或是问我说那个房间有鬼那怎么办？佛教不是把鬼赶走，佛教是说那我就去那个房间对鬼很好，鬼就变神了，慈悲心它就不是鬼了，然后就没有鬼了。或是你念一念慈悲心的经典，哦，大悲咒Om Mani Padme Hum，就说慈悲心一起来，你不要怕它，它那个鬼就被你慈悲心影响，它就变成慈悲心的神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愿意多去慈悲，慢慢你感情的执着就会减低。
所以各位要练习，像我看到花，哦，谢谢你花，好漂亮哦，这也是慈悲心。当你喝到水，哦，谢谢这个水，哇，来的不容易，感谢它。而且我要喝水之前还会喷两滴，哦，希望他们也可以喝，希望这个地方干净，你就一直在培养就可以。当你穿衣服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要想，当愿所有能的人都有衣服穿，你就一直在培养就好了。当你吃饭的时候，各位吃饱的时候，你要想，哦，我希望所有人、所有动物都吃得饱饱，那你就一直在培养这个慈悲心，那个负面的执着就不见了。像各位拿了这个戴在手上，你不要光戴着，你每次要摸一摸，哎呦，它会发光，它给别人快乐，你要这样想。当你拿着念珠，哦，不是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， 而是念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要帮助你，你要加上这个念头，那你爱太多了，你就没有个人的爱。曾经有个女孩子问我说，她没有人爱，没有男朋友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多去爱别人，你到时候男朋友就一大堆，真的后来就是这样。但是记住一句话，爱不要建立在欲望，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。哦，还有问题吗？我家里有那个好多有几个老鼠，但是我们是修了戒的人，是不可以杀生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它半夜里都会咬东西，我就起来说，这个地方是我们住的地方，希望你走个在外面，不要到这里，我们就要睡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咬我的枕头。那我后来我就想，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出去？就是说，我们也不能去伤害他。显然你不很爱他，你不爱他，他就会更在你家。所以这些老鼠在你家都跟你有缘，做过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不然不会在你家，而且你欠他债。那这怎么办呢？你就爱他吧。多一点食物给他吃，摆远一点。你要对他好，他才会对你好，这是真理，你要相信。虽然听起来很愚蠢，佛就告诉我们，慈悲就可以超越一切，但是千万不要讨厌对方。好，欢迎，大声一点。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全球化的合作的状态，现在更多的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趋势。像师傅你也说，我们要用心来改变这种状态，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我们该怎么做。好，这个问题。好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美国的同学对佛教感兴趣，但是这边缺少很多佛教学习的资源。师傅有没有什么建议，说从哪里开始比较好？我想。并不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意见，我想比较大部分是领导人的因缘的问题，所以你现在也一定要，我们是中国人，那我就替中国人观想，送花给总统，给川普，要这样观想，哦，可能我过去对不起你啊，要这样观想，然后也观想，哦，那我们美国人。也送花给我们主席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这样去想啊，而且佛教也是真是这样说的。再来，多供养，像这样一对花很漂亮，那你要供养两方面合不来的时候，那你要经常在佛前供一对花，点一对灯，有一对一对一对的。那如果你喜欢放生，就要放鸟，因为鸟永远在一起，它不会分开。感情不好也好，两方面对立。你要这样去做，因为我们身为一个，哪知我们是中国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在佛教来讲，中国人就是美国人，美国人就是中国人，这样是他们有分别，但是我们要以无分别的这种空性跟慈悲，多用这种念头。如果我们这个念头越多，两方面就会很快就和谐。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批评，加入批评会火上加火。我想不是光对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对叙利亚。对有灾难的地方，对贫穷的地方，各位要将你的功德，不管你是供花、念经，多多的回向给他。反正正面的力量多，他就负面的就减低了。我说缅甸人在处理洛兴亚的人，所以我在观想的时候，
我用洛欣雅的名字去做很多供花回向给缅甸人，也用缅甸人然后就回向洛欣雅人，就是说我们佛教是造成一个和谐，用一个慈悲心就可以造成和谐。所以一个重点，这是佛法要解决的。中国人、美国人、西班牙人、非洲人通通是平等的，但是因为世间人有分别，所以有对立，所以佛教用空性平等超越一切。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的心一直去影响他们的心，希望这个世界达到世界一家，没有分别，不但是人，包括动物也一样，一只狗一只猪跟我们一样有感受，我们也会慢慢成为跟他一家的，就这个意思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讲的问题真重要，因为唯有佛法的真理真是救世界的光明，可以超越宗教、超越国家、超越种族。那这如何让这个真理也能够让所有的学生不分宗教都可以听得到？首先你要祈愿佛的加持哦，经常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念阿弥陀佛，特别这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，那你要祈请华盛顿加持，他有力量了；祈请林肯加持，他有力量，他在这个土地有力量了，并不是因为他肉体不在了。那再加上自己的这种悲心啊，你自己的悲心，希望你的同学更多的华人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那自然因缘就会成熟，这个叫佛教的不可思议。但是有一点，慈悲是一种责任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负起这个推广的责任。所以慈悲不是放在心里面，慈悲是一种行动责任承担，你要开始去做，慢慢就有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三个。那我也希望我会去收集一些更多英文的书、中文的书寄给你们，那你有机会就给他们看。好，还有吗？再一个问题，时间到了。感觉我们如果说拿这个做人啊，平常就说您出去的话带在身上，如果是我带的话，我是想说放在这个钱包里面，放在身上，这样子是不是不方便？对，要放在上半身，不能放在下半身。还有您说要给我们那个手，对呀、啊，手镯那个，那我们进出那个洗手间是不是要拿下来？你只要有盖起来就好，因为你们穿长袖没关系。短袖事实上我们也会把它，自己有时候会念一下嗡啊吽，好像就盖起来。对啊，就是观想，因为你不能为了这个面拔来拔去，而且佛经说最好你连洗澡都带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水碰到这个流到水沟，那水沟里面包括流到大海，鱼都得到利益，这样。但是有一点，各位千万不要一直依赖这个，哦，带一大堆。重点是你的佛的心，一个慈悲心，佛的心，那是最大的力量。我们是透过它，透过念珠来提醒自己。所以今天的主题，一颗好心、善良心、慈悲心，真的可以改变世界，可以帮助别人。我们外国朋友有问题吗？我有个问题，关于这个咒。刚才师父好像说可以对往生的人有帮助，请问我们是怎么样可以用呢？像一个人要往生了，你把咒拿起来给他看一下，经典说闪一下光他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，甚至如果他愿意，你碰到他头顶就等于佛进入他的身体更好。更重要，如果他愿意就把这个咒放在他身上，他埋了也好，他火化也好，只要碰到他身体，他就将来可以不会受到痛苦。各位记住，你这个带着，这个人快往生了，快死亡了，甚至他已经很重的病在医院，你就把这个送给他，带在身上，对他帮助真的很大。我们这几十年来看到病得很厉害的，带了两天他可以慢慢出院，让我们更相信。但是有一点，这个有力量是来自于你的信心跟慈悲心。如果你把这个拿去卖钱，那就没有用了。所以下回我们会寄多一点来，各位就直接跟他要。最好学校里面每个学生都带一条，那你就成功了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用这个业来去
断定其他人的这个这个受这个受伤害了，受痛苦。对，一个人要超越这个业的影响力，佛陀说，只要他进入无我，刚刚讲了没有贪嗔痴的空性的智慧，他就超越了。你现在用针打你，你会觉得很痛，因为你还没有修那个空性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努力修行，一个人要帮助众生一定要修这个空性，他就不怕下地狱，他就敢像那些神父被火烧掉他都要去传教，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空性的力量。有一点像各位在打坐 meditation， 你很认真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本来身体很痛，脚很酸，到一个阶段以后，身体的痛苦你一点都不会影响，因为你专心在你的心里面，就超越身体的痛苦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还要把各位今天在这边两个钟头的 meditation， 因为大家很专心，这个力量很大，要把这个力量布施给国家，就像讲中国跟美国可以和谐，你要这样观想，布施给犹太人，希望他们死亡者得到超度升天，因为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就可以布施给他们。后面我们写的牌位，各位看到有吃的东西跟奶油还有饮料，但是是给那些往生的小孩子或是战争死亡的，我们把名字写在那边，也把这个力量给他们。特别这几天在美国在纪念老兵节，那我们这种修行的力量也回向给他们升天快乐。各位袋子里面这个圆圆的贴在哪里？贴在你的 iPhone， 它就会有发光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好，那我们把自己的善的力量、好的心来供养给国家、世界跟所有生命。佛陀说，不为自己，帮助众生，他才是真正在帮助自己。跟我念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恩，上报所有国家恩，上报所有生命之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所有动物苦，回向所有堕胎胎儿，所有往生牌位，美国境内，中国境内，所有人类，各种众生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成佛的心，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早安，心底。